大家好，我是西红，又到了每天做晚饭的时间了。这两天得夸夸我自己啊，每天饭锅里面焖的饭，爷俩都能造个精光。一碗，再多一点吧。今天晚上做一个土豆丝儿，炒一个黄豆芽，再做一个小酥肉，就这三个。然后冰箱里面还有那个酱牛肉。再热一会儿，昨天热的一盘酱牛肉全造光了。我们家这土豆有点小，那会儿我回来了就已经把皮儿给去完了，这些全打成丝儿。这些是上次在店里面炸小酥肉剩的，小里脊肉特别嫩。用这样的炸是最好的。小酥肉再复杂一点。豆丝儿，全部完活，静等爷俩。小酥肉，黏黏糊糊土豆丝儿，炒黄豆芽，辣椒酱牛肉，小葱泡菜。说啥呢？我生日过你。咋的了？不是他出来跟我说，不是饿死我了，他没给我点。啊，我说不可能，我连吐司了，没给送。我跟那边问了，人说那边给送了，谁知道大老师那没有了。那咋回事啊？完了之后我跟商家说了，商家说没事啊，明天再给你送一份，不花钱。那本来就应该不花钱呢。对，我估计我说我姑娘没吃着，那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每天下午孩子都很饿，然后我们都会给他订一点吃的垫吧垫吧，因为回家太晚了嘛。结果这个咋回事没给送去。你看他眼神就瞅我，啊，他眼神就瞅我。这谁的钱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破烂。哎呀哎呀，明白呀。那不归我了。这个破烂你知道是哪来的破烂吗？你姥爷把我货成家套碎了，我买了个新的，旧的卖了36，老师给你了。我得6块钱。你得感谢姥爷呀！快点洗手吃饭，来，刚出锅。今天又炒饭了，又得炒了这个点，咱俩。你快吃！快点吃完，赶紧写作业，姑娘啊！快！对，吃完饭洗洗头发啊！哎，你发现没？现在咱们洗头发。没像以前那么洗，以前我是一天一洗啊。我天天都得洗。那我不得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只要一天不洗头，感觉没有精神。嗯，你那头发必须得完事儿。头发不好，我给你得病。嗯呐，你爸就一直白天早晨洗，真的早晨一大早洗头不好，完了还天天洗，天天洗头发还容易掉，一掉头发对发质也不好。我掉点儿，正我这头发这么厚。行行行 ，OK。你又不吃饭呢？我少吃一点儿，你就盛两个就行。你好意思说你那校服有黑色印记？贴的粘贴，然后接不下去，让我给洗了。现在那顶就变黑了，完现在嫌弃自己校服。我去，这衣服咋的了？你瞅瞅你那贵吧，快过来吃饭，一会儿妈妈给你找有纯白色的。来吃饭呢。好嘞。我先把明天的衣服找出来。个像样点的搞来。哎，你哪个衣服到你身上穿身上了？那这衣服正买去。你敢吃豆芽吗？不敢吃。我给你钱呢，你必须吃。你把钱退给我吧。昨天那绿色蔬菜吃的也挺开心的。
我一寻思孩子挺搞笑，下午饭丢了，哭没哭？我没吃上。哭了。啊？真哭了。嗯。那饿完了是不是？你那猪我挺能看的。你爸天天都给你订，你看昨天晚上坐那订的，不争气的眼泪从嘴巴里流了出来，是不是？那我稍稍盛一点凉饭吧，其实我也不太想吃，但是我一看那菜，我有点想吃。菜咋样了？你今天晚上的？啊？相当不错呀。先慢着工，我就搁这，主要是别饿着得了。你说每次回来都饿狼哇的。3600块钱就给我了。你可是非常费啊，经济损失费。你的给俺俩整点经济损失费吧。你有什么经济损失费啊？我肚子饿挺。我到下午4点，我也没有饭吃啊。我们天天都让你回来吃。嗯。不一样吗？